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们好激动，好感动哦。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被嫁掉冠军呢？真的还是平淡笃定。是你当初就有预测了，对不对？是神预测，好不好？上一届没有人看好他们，只有我看好他们。我不是因为17年爸爸，我真的有羽球方面的，不是专业就是认识。广泛的认识，包括我去考，我有讲过，我考这个 B 级教练，不是为了教学，我没有教学，我就要去认识什么赛事规则什么等等，那这一次跟上复制上一次很像，一个没有人看好他们，结果他们拿冠军，是在台湾，我还是很相信他们。当然，那有其他我就不多说。再来就是上次疫情很闷，这一次我们的奥运很闷，都很冲击，那。还有今天完全复制上一届，第一名我们台湾，第二名中国，第三名马来西亚，是有太多太像的复制。其实那个前明以前他的经纪人那个吴理事长跟我早就有这种默契。是的，你们都知道了啦。 是那如果要我就是讲一些官方跟谢谢的话，台湾这块土地不管谁，我说过不管谁执政，对体育都很支持。再来，不管中华羽协那个张理事长在这边，他一直觉得很委屈，说他们一直在默默支持。其实我觉得您表现出来是一个父亲的心情。当然，而且父亲节就快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边就提早祝王爸爸父亲节快乐！请你们不要再让我讲，不要再让我讲话。谢谢。是，我会讲50分钟。是，好，那我赶快把你麦克风收起来。谢谢。来，接下来请到我们的人群当中来欢迎呢，我们今天呢行政院的副院长跟我们一起从头观赛到尾，现在还在这边。来，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郑丽君副院长。坐在我旁边，他从头到尾非常的淡定。